侠其实每个人心目中都可以理解成不同的东西，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武侠的梦啊。不同年龄段的时候，对武侠这两个字的梦都不一样。合作了，那么中国第一部三 D， 那么到底能把武侠世界跟你一样，到底就梦想的到底通过三 D 把能够把武侠世界能表现到什么程度？在这部电影里，基本上我们就是去完成导演心目中的一个梦想。是痛。我们所以设计给每个英雄，每个我们觉得正派的人里面，都有我们喜欢的元素。江湖就是现代社会里面一个缩影。对于梦想来讲，我觉得他一直是属于一种很有梦想的导演，很疯狂的。所以我觉得疯狂和疯子就差了一点，就是疯狂的时候一旦疯狂成功了，就变成带领一个潮流啊。但是我之前啊，我一直觉得徐导非常厉害，因为他的那个权威比较高，也不太爱笑，整天戴个墨镜，他是一个工作的狂人。这几天啊，徐导还有点慈祥，越长越好看了，你知道吗？武侠世界的两个男人其实不需要说那么多，心里有，对，要冒险一起上。开启了好心人在痴痴笑笑。飞甲里面人物跟龙新龙客栈的人物有相关，可是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客栈到底是什么？老爷以往的作品里面有个性别模糊的一些角色出现，类似于林青霞的东方不败，蜀山里面的一些人物，他可以忽男忽女，就内在力量的强大，对于外在表现的无所谓的这样一个很反差的一个形象。他们那边没有毒，为什么你们这边有？我觉得羽化田是意味着 good bad man， 就是我是演的一个好的坏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是可以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不恶不善，很会使用权谋，很有智慧。李艳秋这个人物，就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就比较爱很分明的人。来两碗阳春面。就这样，
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给他的定义就是因为他看过了太多的江湖事情，然后有他很冷漠的一面，对，然后也有他非常重情义的一面，对，所以我喜欢他，很喜欢他，对。应该说是人物在他的世界里面有他所追求的东西。杰哥从很小年纪就开始拍武戏，他对于在拍摄武戏当中所注意的东西啊，经验非常的足。我是一个有恐高症的人，从三十多米往下面飞的时候，飞十几条那个，摔下来就那个杰哥问我，你有没事吗？我说没事儿，这假吧？我说有一点儿。我说我老想到我功夫是最高的，我觉得这种催眠的方式是非常有用的。不然你站在李连杰面前，你跟他对打的时候，你会弱气势。传统的动作电影是你跟对手之间怎么配合，现在是你一个人站在摄影机前呢，要跟后期的人配合，就跟未来的人配合。摄影灯光啊、位置啊、使用的兵器的要求就要出来很立体感，包括你的对手，可能的一个兵器可以变三个兵器，那你拿着一个兵器就变成两个兵器，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你只是一个人，手里只转着两个很短的兵器，那么很多的时间你要想象这个五个兵器是从哪个方向来，从哪儿去躲，就那个想象的空间非常大。拍风沙，大风沙，那个气温又低，不太适合去做大幅度的这些武打动作，可能观众在下面看的时候其实都不知道我们在风里面其实根本睁不开眼睛，对，但是我们不能瞎着闭着眼给大家演。我们飞甲里面的兵器主力的兵器是剑，无论周迅的剑、李连杰的剑、立春、陈坤，他的剑都不一样，他怎么用这把剑，他的特性在哪里，耍出来的效果是他本身的人物里面的一个特点。你是扛剑还是背剑还是窝剑还是插剑，就是对，是一个学问。之前在训练的时候，小美的是那个一个圈的，小俊杰是剑，都是剑。问我为什么要舞大刀呢？就那个大刀特别吃力，实在是太重了。剑一回来顶到我了，我知道过不了了，我一定擦剑。就跟李连杰大哥对戏的时候，我都听到我心跳砰砰砰砰砰砰，我就是反正脑袋里不想了，就要做就做吧。其实我紧张的要死。打。摄影机的镜头就那么大，你那个刺过去，你以为是刺中了，但是在那个 3D 的世界里看出来，可能就要偏离了啊，你偏左了，偏右了，你觉得说我没有偏的，我就对着镜头了，但是可能它长短距离就有偏差，所以要有很多的耐心去反复的去做那个。我认为剑是兵器之王啊，能够把剑拍得好的话，我觉得就能够把武侠电影拍得好。胡金铨先生，他拍的一部是《龙门客栈》，风格是非常的突出，他配乐全部是用京剧的音乐，当时我们留下的印象也很深刻。导演觉得他想把中国的动作的武侠的，如果能用 3D 呈现出来，会有一个新的很不一样的体验，拍摄也过瘾，那希望观众看的也是很特别。如果从 3D 电影来讲，《龙门飞甲》里面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它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客栈的环境，而且在沙漠上，在景观上，3D 电影的这些器材
会呈现它的很有趣的一个效果出来。第二状态我觉得牵涉一些动作的场面，跟过去我拍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做的一些动作设计就要时间来处理，细节更放大了，更立体，更站在观众前面了，栩栩如生的表演给你看。其实我自己也很期待到时候 3D 出来是什么。我来的目的肯定是想要参与中国第一部 3D 电影，因为这是一个技术跟艺术的完美的结合，在国内的第一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一天 AB 组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六个镜头，但是中国人的速度太快了，就是学习的速度和那个吃苦的那个东西，那我觉得中国人能吃苦很了不起。立体电影是电影里面的一个必然的一种手法，而必然一个电影历史里面的过程。我们不要去拒绝，我们去了解它，用它来拍个电影，至少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这也必定是第一部，基本上被称为好莱坞大片的东西的。所有一切的追求越来越接近我们生活的现实的东西，而且加上它是立体的，等等，都将会是我们这个在生活里面找寻的真实感的元素。我绝对就是期待老爷徐克的武侠片，因为他的武侠片，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武侠片。我觉得《龙门飞甲》就是新鲜，那么很多年没跟徐克在合作了，那么中国第一部三 D， 那么到底能把武侠世界能表现到什么程度？那就带着很多好奇去挑战去做。